7月13日，澳门应用最大直径盾构机横琴一号在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横琴侧成功始发。该跨界交通连接的首个大直径海底盾构隧道正式进入建设阶段。作为澳门特区政府在轨道交通建设上首次使用盾构法施工的工程，此次使用横琴一号盾构机可以应对海底掘进及既有建筑的要求，创新引入盾构双脚接设计，将为海底隧道施工安全优质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起于澳门，全线长约 2.2 公里，是珠澳区域公共交通快速衔接的重要客运通道。该项目将为两地居民创造更舒适便捷的跨境出行环境，为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